现在开始上课。上一节我们讲了肺和心的基本病理变化，接下来我们讲脾的病机。一，讲脾的病机特点，它就是一般的规律。也就是说，脾的病理变化当中，突出的特点表现为一，消化功能减退；二，气血生成不足；三，水液代谢失调。在脾的阴阳气血失调当中，病理变化以脾的阳气功能失调多见。第二点，我们讲脾的病理变化。第二个，一，脾气不足，这是脾阳气、脾气血功能失调最常见、最常见的，也就是最基本的病理变化。脾气不足，又称脾气虚。何谓脾气虚？脾气虚是指脾气不足、功能减退、运化失常的病理变化。脾气虚，我们习惯上又称脾气虚弱。脾气虚的主要病机特点是消化吸收功能减退。第一，第二，升清壮降浊失失。第三，水谷精微化生减少。第四，脏腑阻滞，食欲如阳。六，有气虚的一般改变，这是脾气虚损的病机变化的特点。大家看那个示意图，脾气虚病理变化的基础是脾的健运功能失调。我们前面讲，脾运化水谷为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第一，也是最常见的脾气虚，表现为消化吸收功能减退。它临床表现的特点，也就是说病理现象表现的特征，纳湿不化，就是消化不好，就纳湿不化。纳湿不化，这鼻炎出现腹胀，甚至出现便溏，这消化功能影响了消化吸收功能。二，由于脾健运不足，导致气血生化之源匮乏，简称化源不足。化源不足导致什么结果呢？使最终导致气血的生成减少，影响了气，影响了血，最终导致全身气血不足。注意，这里面是脾气虚，最终演变病机发展的结果是全身气血不足，不是指脾气虚本身，这讲的病理机制、病理变化。就脾气虚，它首先表现为消化吸收功能低下，进一步演变化源不足，导致气血双亏，而致全身气血不足。除此之外，脾气虚、脾气不足，气虚不能固摄血液，叫气不摄血，结果导致脾不通血。它表现为临床病理现象以出血为主。如果脾气虚影响脾的升清功能，就清浊升清降浊失失，这脾的性质是脾主升清，升清不足会导致一个结果，就脾气下陷，就叫中气下陷。那么为什么呢？是脾气虚升举无力，甚至反而下陷，导致的病机结果就中气下陷。在临床的病理现象上，用内脏下垂来概括它。它是脾气虚升举无力，肾回下陷，
导致的结果用病机学术语叫做中气下陷。那么这种结果表现出来的病理现象，它的表征叫内脏下垂。讲病机，讲他们的逻辑关系，那中气下陷是脾气虚升级无力肾衰下陷的结果，最终的病理结果是中气下陷。用这样一个术语表现表达他们由于气虚升级无力肾衰下陷这个演变过程最终的结果。脾木通血是气不摄血，气不摄血导致的结果。那么气不摄血，我们前面讲气血失调的时候，这也是个病机学术语。那么用脾气虚不能固摄血液，把它这个内涵用气不摄血这个术语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在脾气虚不能统摄血液的时候，用脾气不能统摄血液，那么用气不摄血来表述它。以气不摄血的结果，就脾本身影响了脾的本身，叫脾不通血，最终表现为出血。将来同学们学习正候学说，讲气血辩证、气不摄血症，讲出血；说脾不通血症，还讲出血。气不摄血的本质，在这个术语定的，落实到脏腑上，就是脾不通血。第二个讲脾阳虚，脾阳虚又叫脾阳不振、中阳不振、脾阳虚损，现在的规范的称呼就是脾阳虚、脾阳不振。脾阳虚多是在脾气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的病机特点是脾虚兼寒，运化功能低下，伴有一般阳虚的改变。它具体的病理变化的机制，一，脾阳虚损导致最常见的叫脾湿健运，就影响了脾的运化功能。它表现为运化功能叫食欲运迟，就是纳呆湿减，运化迟滞，就运化功能减慢。用食欲运迟，既能进食，但是运化功能减慢。运化功能，它常常表现为泻和痢。这它本身，注意，脾阳虚和脾气虚在消化吸收功能的改变，有相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地方。临床表现不仅是有寒无寒，就表现为运化功能而言，那么又有差异。二，它有阳虚的一般表现，寒从蒸生，它会有形寒之冷，就脾的自有自己的症状，就它脾病变的病位部位症状，也就定位症状，它有脘腹疼痛，寒者凝滞，气机不通，所以会出现脘腹痛、腹疼痛，特别是腹痛。三，它会导致水液代谢功能失调。脾阳虚是阳不能够化气运水，导致水湿不运而形成痰饮水肿，这是脾阳不振，叫脾阳虚最一般的病理改变。大家看脾气和脾阳虚同样都会脾湿健运的改变，这个用这个术语来表达食欲运迟，它能进食，而是呢运化功能减退，运化功能减退。将来在学临床课的时候，在学正学，它一定是以腹胀为突出特征，它和脾气虚相比较，要腹胀要比脾气虚为甚。用这个病理现象，用这个术语来表达它。第二，脾运化水液的功能失调，表现为水湿停聚、痰饮，形成痰饮和水肿。水湿不运，就脾运化水液的功能失调，表现非常突出。而脾气虚也可以出现
脾运化水液功能失调，但与脾阳虚相比，脾阳虚和脾气虚它的这个内涵，它病机内涵表现为水湿不应突出。而我们讲脾气虚，说就这个脾气虚这个定义，它的内涵主要是消化吸收功能改变，表脾运化水谷功能异常突出。而脾阳虚在脾气虚消化吸收功能、脾运化功能、运化水谷功能进一步加剧的同时，又累积了脾运化水液功能失调。这就是脾阳虚和脾气虚两者在机制上有同又有不同。所以脾阳虚在临床多见的是泻和痢，脾气虚一般来说便溏，便溏大便溏。第四，脾不通血。大家注意啊，我们习惯上都说脾气虚气不摄血称之为脾不通血，脾阳虚阳气不足故摄血液更多失调，同样可以导致出血，把这个也叫做脾不通血。它的机制除了脾气虚气不摄血之外，还有个阳气不足。那就脾的阳气不足气不摄血终致脾不通血，也表现为出血的征号。就脾不通血啊，可以脾气虚寒象不明显，进一步发展也可以导致脾阳虚，那出现脾有寒象，气虚和阳虚，脾的气虚和阳虚都可以导致脾不通血。脾阳不足而引起的脾不通血是唐云川的一大贡献。同学们将来看血症论，我们习惯上只讲脾气虚不能统摄血液，用归脾汤做个例子，归脾汤的本身不仅能治脾气虚不能统摄血液，也可以治脾阳虚不能统摄血液。这个概念是后世唐云川，咱们中医历代文献只强调脾气虚气不摄血，不很少提及阳气不足引起的这个气不摄血而脾不通血。脾气虚和脾阳虚它们的共同的病机特点是脾虚湿运消耗功能减退，不同的脾气虚重在以气虚为主，主要上的病理改变是气血生成不足，中气下陷，脾不通血。而脾阳虚与虚寒为主，突出的表现水代谢失调。他们共同的都有脾虚湿运消耗功能障碍，而脾气虚除了有气虚一般特征之外，有化阴不足、中气下陷、脾不通血。脾阳虚重在水代谢失调。第三，讲脾虚湿困，这也是很难学这个概念。我们在讲内生五邪病机，讲内湿中提到说，内湿的形成与五脏都相关，其中脾非常重要。最后得个结论，脾虚生湿，内湿一般来自于脾，叫脾虚生湿。脾虚生湿怎么表达它呢？病机的术语呢，叫做脾虚湿困，实际是脾虚生湿。它的机制是气虚为本，湿困为标。我们脾虚前面讲非脾气虚脾阳虚都是典型的虚，而脾虚湿困是个虚湿夹杂，本为气虚，标为湿困，湿困是一个邪气湿，既有脾气虚又有邪气湿，邪气湿是指湿邪。我们讲讲内生五邪的时候，讲脾虚生湿就是知此而言。那么脾虚湿困会导致什么样的病理结果呢？病理结果呢，一，它必然也要引起脾运化功能失调，健运失职，健运失职它也会出现消化吸收障碍。二，它会导致脾胃的升降失常，湿困中焦，脾胃的升降失常会出现
恶心呕吐。同学们会问，恶心呕吐是胃气上逆啊，这讲湿邪困脾，那么出现了胃的病理改变呢？湿邪困一脾，既一会影响脾不生清，脾不生清可以出现健胃失止，健运失止。那么脾不生清也必然引起胃湿合降，所以常常脾胃的功能异常，它们同时出现。湿邪主于胃、脾，那么使脾不生清，健运功能失调，会出现消化吸收障碍。它影响到胃，会出现恶心呕吐，恶心呕吐，胃气上逆的症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湿邪困于中焦，叫湿邪困主中焦，导致全身气机运行阻滞，突出特点湿性沉重，表现为沉重性特点，那么阳气不深，因此它出现困倦身重，其中胸闷这两个字是最重要的。湿邪困于中焦，影响了气机升降的畅行无阻，主要的累积的胸为阳气运行的地方。我们反复讲肺和肝的关系，说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也叫气机升降。将来同学们学习痰饮的时候讲说左右者气机升降之道路也，而脾胃脾升胃降为气机升降的枢纽。那么脾不升胃不降，气湿困于中焦，使脾的调节气机升降的功能失调，影响了肝和肺左右气机升降的道路，导致的结果闷，胸闷。说闷是气机阻滞啊，为什么胸不说腹呢？就是根据脾和肝肺的关系来理解的。所以学习症候学说，说湿邪侵袭机体，第一个症状就记住胸闷，说的胸中阳气不振啊，气机不畅，为什么呢？牵涉到脾、肝和肺的关系。至于口黏，湿性重浊的表现啊，那会表现的症状非常复杂，湿邪困住中焦，突出特点，闷，影响气机升降。再一个沉，表现为身重困倦，脾主肌肉四肢，着重讲身体重的沉重，这是脾虚湿困那个最基本的病理变化，是一个本虚标实。这个将来同学们学习症候学的时候也是非常难的一个概念，脾虚湿困症，它虚湿夹杂这么特征。但是本是由脾虚不能运化水湿来的，不能运化水湿导致的结果，水湿不能及时排除，那么水湿停留于体内，还没表现出痰饮水肿，在这种情况下叫做湿困，脾虚湿困。第四个讲脾阴不足，也叫脾阴虚，一般的文献上叫脾阴失调，最早叫脾阴失调，那么现在的规范就叫脾阴虚或者脾阴不足。所谓脾阴虚，是指脾的阴翳亏虚、散精功能不足的病理变化。它的病机特点：一、阴翳亏虚；二、运化失常；三、精微无源。除此之外，脾阴虚还有一个病机上还有一个特征，常常兼有胃阴虚，最终导致脾胃阴虚。关于脾阴虚这个概念，过去书哈，就自从李东垣强调脾阳虚，重在用生阳药物、辛温药物来调理脾胃功能失调，而从叶天记谢天师以后，强调了脾胃阴虚，脾胃阴虚。
那弥补了李东垣的不足，使中医学对脾胃的阴阳失调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那么脾阴虚明确提出来，对它全面的进行阐述，在中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是从现代开始的，明确提出的概念。早期曾经把脾阴虚和胃阴虚混同一起来讲述，那么现在已经开始把脾阴虚和胃阴虚逐渐把它分离开来，形成独立的概念，有自己的内涵和外延。脾阴虚是指脾阴液亏损、运化失常一种病理变化。一表现阴液亏损，它通什么表现出来的呢？脾的阴液亏损表现的病理现象叫饥不欲食。饥不欲食，口舌干燥，口干而燥。继续说，舌红少苔是一般阴虚的一般特征。作为定位在脾的阴郁不足，它表现于食欲的改变，叫饥不欲食。口干舌燥表现为阴郁亏损的特征。二，精微五元就化验不足，脾阴虚突出表现为形体消瘦。第三，它常常兼有胃阴虚，最终导致结果叫脾胃阴虚。最早教材里出现五百年还在定脾阴失调，就定一个脾胃气阴两虚。那么现在把胃阴虚和脾阴虚分别开来，第三个讲的是他们的脾阴虚的病理演变的结果，常常表现为脾胃阴虚，就是累积导致胃阴虚。那么后面我们讲胃阴的虚实时候，也会讲到是胃阴虚常常累积于脾，最终的结果导致脾胃阴虚。关于脾阴虚的诊断标准，将来在症候学，就是诊断学，会进一步讲起。为什么现在强调讲脾阴虚，把概念和胃虚分开来讲？我们在讲脾胃的关系已经提到了，两者的在生理特性不同，不仅在的病理机制不同，将来说影响的病症表现不同，更重要的是将来在治疗上处方遣药选择的性和味有区别的。脾阴虚的治疗，内经在治疗药大论里奇篇大里明确提出用肝胆来治疗，而胃阴虚不胃阴，用肝寒、酸寒、咸寒来治疗，特别是肝寒养生津的药物来治疗，都有肝，一个是偏于寒，而这个偏于淡，所谓淡，寒性和热性都不表现突出。这就是为什么把脾阴虚从脾胃阴虚分离开来，也要和胃阴虚分离开来的道理。这也是我们中医理论当中，我们中医系理论在现代的中医理论较前人往前发展一步一个表现，也是咱们现代中医学术界那么在继承的基础上来发展中医理论，那么更进一步弘扬它，那么这也是一种表现，把两者的概念严格区别开来。所以这样区别是由实践所决定的。这个张寿普就是中正禅修推崇山药，山药是治脾阴虚最典型的药物，最典型药物。那么看叶天士的临终指南讲胃阴虚，所以用山药，他是从那个脾阴胃阴虚和影响脾阴虚来治。他用什么沙参、生地、麦冬、扁豆、薏米。再进一步出现酸寒咸寒，重点是肝寒养生津的药物，将来同学们学习中药的时候注意去学习。那么最基本的一条记住，滋补脾阴用甘味药、淡味药。有经历的同学将来可以看沈游五书，沈游五书
制定了许多滋补脾阴的方剂，认真去读那个方剂，看看怎样来理解内经给留下的治宜肝胆，讲讲脾病与其他脏腑的关系。脾病阴阳气血失调累积到心以后，我们前面讲过，那么心脾两虚，那么脾病影响到肺，这是从脾来的，那么最终也是脾肺两虚。脾病和其他脏腑的关系，心和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那么这里的重点是脾和肝，脾影响到肝，出现两种病理结果，一叫目妄成图，目妄成图，这个病机学术语，它包含两个含义，一可以是肝脾不调，就是目妄称脾，表现脾；二，目妄也可以称胃，用脏腑的概念表述叫肝胃不和，说目妄称土，一表现为肝脾不调，二表现为肝胃不和，两种结果，其中有任何一个，从病机学上解释来，都叫目妄称土。如果确切的表达目妄称土包括的内涵，肝脾不调或肝胃不和，中间用个或字，那就意味着从逻辑上两者取其一就是目妄称土。肝脾不调和肝脾不和，它们共同特点都有肝湿疏泄、肝气旺、肝湿疏泄的改变。那么肝脾不调主要的影响脾不能运化水谷精微特征的功能，它突出的特点在病理线上表现出腹胀、便溏、腹痛。将来同学们学习泄泻的时候，学习方剂有个痛泻药方，解释它的机制，就是肝脾不调就痛泻痛，有那么个规律。那么肝胃不和呢，主要的倾向导致于胃气上逆，出现嗳气、额逆、呕吐。这是同样是目妄称土这样的病机术语，它导致的结果，一肝脾不调，二肝胃不和。肝脾不调和肝胃不和两者有共同的病理基础，都是肝湿疏泄，不同的一个是脾湿健运，一个是胃气上逆，两个不同的病机术语有不同的病理改变。同样肝湿疏泄影响了脾和胃，哪一个功能失调？第二，这个讲五行已经讲过，这句话呢叫土壅木瘀。回忆刚才我们讲的脾虚湿困，脾虚湿困，土壅就是湿邪困脾，使脾的气机壅滞。在这种情况下，正常情况木克土，现在是木，用五行的话说，土反而克木，把这个病机的演变过程用五行的话说叫土壅木瘀。实际上是先有脾胃寒湿和湿热，换句话说先有湿困于脾，脾虚湿困，而后影响肌肝，导致肝湿疏泄，把这个病机演变过程用五行话说叫土壅木瘀。实际上土壅木瘀用脏腑的功能失调来表达它呢，包括一个脾胃湿热和脾胃寒湿，把寒和热去掉，脾胃湿困，用个括号把这个胃括起来，它主要的矛盾在脾，因为脾和胃的关系，所以常常脾胃并称。回到前面我们讲脾虚湿困，内生五邪的内湿，把它们联系起来，从不同角度都讲，实际都讲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要求同学说，土壅木瘀这五行的，用五行来表述中医病机，它的意象，一是脾胃寒湿，
二脾胃湿热都兼有肝湿疏泄。肝湿疏就是湿脾胃的湿影响了肝，使肝湿疏泄，既有肝的症状也有脾的症状。讲这个机制，将来同学们在学黄疸的时候，讲内科学黄疸，黄疸的共同病理机制是湿，阳黄是湿热，阴黄是寒湿。黄疸不仅仅是表现为肝胆湿郁疏泄，只要肝一湿湿泄，必然导致脾的胃的功能失调。所以将来学习黄疸的时候，它的症状那个临床表现我们把它梳理出来，无非是肝湿疏泄的临床表现，再就是脾胃的功能失调的表现。那么脾胃功能失调表现重在表现为消化吸收，就脾运化水谷精微，胃受纳腐数功能失调，表现的形式可以是脾胃升降失常，症状的趋势。就致病因子来说是湿，湿可以从寒而化，也可以从热而化，那就表现为寒湿或者湿热。这就是脾病及肝，脾病及肝这个概念，木旺秤土还好用的最多最多见，也和土庸木鱼比较而言相对容易学习掌握。这个土庸木鱼是一个最难学的一个概念。脾病及肾主要是指脾阳气不足，根据脾肾之间的关系，那么在生理上的关系，最终必然导致肾阳虚，最终形成脾肾阳虚这样一个病机演变的趋势。它病机演变结果就提示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何种疾病，一旦出现脾阳虚，脾阳虚的演变过程中一定要想到它最会逐渐表现出肾阳虚，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脾肾阳虚。所以一般治疗在临床治疗当中，脾阳虚消化功能不好，腹痛那腹泻，时间一久，这医生就按照这个理论就会想到有肾阳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得要逐渐的增加温补肾阳的药物。那理中丸是典型治疗脾阳虚的，服之理中丸，那就是在理中丸基础上进一步联系到肾，联系到肾。你就以这两个方子为例，那么一个是有附子，一个是没附子。有附子，附子温补肾阳的，它也体现了这个两个方子体现了脾阳向肾阳的过渡，最终脾肾阳虚。脾和胃相表里哈，我们前面讲了纳运的关系，升降的关系，燥湿的关系，说脾有病必然有影响到胃，因此前面常常脾胃并称，胃也有病也影响到脾，因此一个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失调，就是运化功能失调，常常既有脾的症状又有胃的症状，它的机制就是因为脾和胃的关系所决定，在生理和病理关系所决定。这个关系三者从属性上构成着三个矛盾，生一升一降，一纳一运，一燥一湿，特别是一升一升一降，一燥一湿，燥湿主要体现在用方，它指导意在处方前药上，而升降表现为症状表现的人的症状，病理改变的症状，它的作用趋势是往上去还往下去，什么恶心呕吐嗳气腹胀便溏，表现清浊湿湿。纳和运食欲的改变，运化功能的改变，这在学习症候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分清楚。要想分清楚这个，一明确胃的纳运失调，胃气不降，
这个机制它表现的病理现象的特征是什么。同理，脾不运化水谷精微，脾不生清，它表现的特征症状是什么，这样才能够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这在治疗消化功系统的病变的时候，也就是说脾胃系统病变的时候，做诊断是最难过的关，非常难的。所以因为他们在生理病理上关系非常密切，在病理情况下临床表现关系也非常密切，同时存在，就看我们能不能真正做到辨证精确。在此基础上正确地处方遣药，否则就会使他们之间关系颠倒过来。所以学习脾和胃的关系呢，再一次强调，讲脾胃关系，张相学说讲脾胃关系什么，强调一次，这再强调一次，它是我们现在疾病当中脾胃系统疾病最常见，后天之本呢，人家后天那疾病里那么脾胃病最多，也因为他们关系复杂，治疗也非常精细。将来同学们学习《伤寒论》《太阳病物质》以后，有五泻心汤，说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特别是半夏泻心汤，集中体现了张仲景他的学术思想，如何来处理脾胃的升降、燥湿、纳运失调，他们这个关系。现在我们讲第四个，讲肝的病机。肝的病机，我们在前面讲肝的生理的时候，肝的生理特性的时候，重点讲肝的生理特点，叫体阴用阳。体阴用阳啊，肝喜调达而无异于。说肝在病理这样一个生理特点，决定了肝脏的病理特点，叫肝气肝阳常有余，肝阴肝血常不足，这是肝脏的最重要的病机特点。在此基础上来进一步记肝脏病机特点，具体的病机特点。肝的阴阳气血失调主要表现为：一、气机失调；二、血液生成运行异常；三、消化吸收功能异常；四、精神情志改变；五、水液代谢失常。在这么多的病具体的病机变化的特点当中，它集中体现了肝阳肝气常有余，肝阴肝血常不足。下面讲第二个，讲肝的病理变化。第二个问题，一、肝气郁结。肝气郁结又可以称为肝郁气滞，也可以简称肝郁。所谓肝气郁结，是指的肝的气机瘀滞不畅的病理变化。肝气郁结的病机特点表现为：一、肝湿疏泄、气机失调；二、气机瘀滞于肝及其经脉；三、精神情志异常。大家看的示意图，肝的调达抑郁的功能异常，我们把它表达为叫肝湿疏泄。肝湿疏泄的结果使气机运行发生改变。我说肝主疏泄的功能，第一个我们讲调畅气机，肝湿疏泄必然导致气机运行不畅。肝湿疏泄气机运行不畅的结果，用于术语表达出来叫肝气郁结，简称肝郁，或者是肝郁气滞。肝气郁结最基本的病理变化，注意最基本的病理变化，根据我们前面的脏象里面讲，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调节精神情志，它最基本的病理变化。那么肝气郁结这个病机学术语，它的内涵最基本内涵，一表现为情志失调，
临床现象以精神抑郁、精神抑郁为特征。气机失调是指肝脏以及肝的经脉运行过程、运行部位气机阻滞，所以叫肝经瘀滞。从经络这个经络运行的角度来说，肝经瘀滞，肝经瘀滞的结果，在肝经的循行部位可以出现胀痛的改变，比如可以出现胁肋胀痛、乳房胀痛、少腹胀痛等等，这些都是肝的经脉循行部位的气机阻滞的结果，不通的痛。这是肝气郁结最基本的病理改变。同学们注意，咱们这个讲这个情志失调，强调的是肝湿疏的精神抑郁，也肝湿疏泄也可以出现烦躁易怒。那么现在定义肝气郁结，是指表现的精神情志现象叫抑郁，烦躁易怒是指后面讲肝火上炎，或者叫肝气横逆。只在这两种病理情况下，他的情志改变用烦躁易怒来表现，来这个体现它。那么肝气郁结的气滞的结果会出现许多病理结果。那么看肝气郁结它的演变趋势呢，气滞闭血瘀，就是血与气相交结，最后形成的气滞血瘀这样一个病理结果。形成气滞血瘀结果，按照我们前面讲血瘀的一般特征，疼，它应该刺痛、剧痛、剧摁。那么是肝气郁结导致的血瘀，肝的气滞血瘀一定是表现为胁肋的刺痛。除此之外，我们讲个征和急，讲血一般特征，还会出现征，肝的气滞血瘀会出现征急。将来同学们学习妇科、学习内科、学习内科的时候，还会讲到这些病，就和肝的气滞血有关。女性的月经不调，比如痛经，就肝的气滞血瘀。除了痛经之外，所谓经血量和质的改变，不，经血当中颜色发暗，总有瘀块，来月经时肚子疼，通通属于月经不调这个大概念，这个病名之下。那么这些机制产生就是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的结果。这是第一。这气瘀还可以生痰，痰与气交结，把这个病机过程、演变过程称为痰气郁结。它表现出的临床现象，前过大概讲过两次，算这第三次，叫梅核气。将来讲外科中讲瘿瘤，初步讲瘿瘤，就是既有痰又有气。在这里怎样理解气滞最后导成痰湿的呢？形成痰气郁结呢？这个痰是湿聚为痰，湿脾虚生湿。为什么想到是脾虚生湿呢？肝气郁结，闭炎犯脾克胃，这是个闭炎结果。土得木尔达，脾运化水湿，必前提条件是肝正常的疏泄。肝疏泄异常，闭炎会影响土，使土不达。它可以闭炎表现为脾不运湿。实际气滞。肝气郁结、气滞生痰的过程是肝湿疏泄，使脾不运湿，湿聚而生痰，形成了痰气郁结这样的病理结果。痰气郁结这两个字是从气和痰、气和水的关系来讲的，
这里面的内涵，就肝气郁结而言，他的病眼面其实然是由肝病累积脾导致的结果，但是习惯上我们用痰气郁结来解释的，这是从气和水的关系，从痰和气来表述它的病理机制。我们透过这个概念，它里面落实脏腑上是肝脾的关系。肝气郁结，郁而化火，这气郁闭炎的结果是肝气郁结。下一个演变最常见的演变其实是肝火气郁化火，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病理结果呢？肝火上炎，肝气郁结累积了脾和胃，影响了脾和胃的功能，最终出现肝脾不调、肝胃不和这样两种病理结果。严格说来，我们讲肝气郁结就应该限定在肝气郁结本这个情况下，肝脏本身功能发生哪些的病理变化，它产生的机制是什么，而不应该呢把这个概念呢外延却放大。又讲到犯脾克胃，长期以来在中医理论当中，历代的医家的著述乃至我们中医的教科书，习惯上讲肝气郁结，将来同学们学习诊断学、学症候学，也有犯脾克胃的症状，传统上都是这样认识，既讲肝脏本身它的变化的规律，同时又讲它犯脾克胃的结果。我们讲肝气郁结，强调是肝，就肝本身它发生阴阳气血失调发生了哪些病理变化。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我们讲肝气郁结的病理机制应该限定在最基本的病理机制，它派生的结果气滞血瘀、痰气郁结、气郁化火，以上这些就是肝脏本身所产生的病理变化。最初的病变的始动因素叫肝气郁结，肝湿疏泄，它肝湿所气郁的结果派生出衍生出来，影响到血，影响到痰，影响到火。那就是说肝的气郁结的病理变化用几个字把它抽象出来，有气，有血，有痰，有火。而犯脾克胃，严格说来，我们前面定义说脏肝的阴阳气血失调，就是肝生理功能的异常，肝脏本身生理功能异常。说肝气郁结定在主要表现为，定义是气机瘀滞不畅，强调了肝气郁滞，也就是说这个内涵重在强调肝调畅气机功能失调。由于调畅气机功能失调影响了肝调节精神情志功能失调，我们看他讲这个病机过程。而在此基础上，最基本的病理变化累积到派生的结果，由于气和水、气和血的关系、气和火的关系，那么出现了影响到血、影响到痰、影响到火，形成了气滞血瘀、痰气郁结、气郁化火。按照我们前面的定义，那么犯脾克胃不应该属于肝气郁结的范畴之内。示意图了把它全打出来，这就是习惯的用法。如果严格区分呢，按照我们对肝气郁结的定义，那么这一部分就不应该是放在这个范畴里头。就是通过这示意图给同学们对肝气郁这个概念、肝气郁结病机的概念给两个概念。一就是习惯上传统的，除了肝本身的病理变化之外，最常见的另外还有个内涵影响到脾胃的功能，把它都放在一起，这是习惯上这样做。我们这本教材和我讲课的观点，我反复声明，就是根据前面这个定义，定义为不包括
犯脾可畏。就肝脏本身，它有专属性，肝气郁结，到底它哪个功能发生异常，影响了哪些因子，致病形成哪些的致病因子，我们根据这个来确定肝气郁结的内涵。这一点需要大家呢全面的了解。我们在这里讲的是肝脏本身就肝气郁结的定义，讲它的病理变化规律。这个示意图另外打出来了，是习惯上做这样做。将来诊断学啊，诊断学讲肝气郁结的临床表现、症状体征的表现，除了肝脏本身气滞失调的改变之外，常常会把脾不运化、胃不受纳，至少常常出现是恶心、嗳气、恶逆、腹胀、便溏，都放在作为确定肝气郁结的临床表现之中。这习惯的写法，这习惯上常常是这样。那么解释在肝气郁结症里翻这个症候的主构成标准，那么为什么会有脾胃功能失调的改变，那就用肝木秤砣、秤脾砣、犯脾克胃来解释。这样来讲，既照顾到今后大家学习可能习惯的说法，那么从今天名词中医的科学术语的规范这个角度，从定义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把犯脾克胃从肝气郁结的内涵当中剥离出去，进行术语分离。这节就到这里。